拳，多模仿鹤的飞翔、跳跃、展翅等形象动作，形态逼真，舒展大方。它柔而不软，刚而不僵。从单一的咏春白鹤拳，逐渐发展了福州的五种鹤拳。这种横向的演化，说明了南拳具有丰富的细腻的内涵，也反映出南派武功所独具的强盛的生命力。